拄啊，迄个陈教授变讲，所以徛咧。啊，我等下要坐人，所以我要坐咧。大家早，真欢喜，像伫即个地方甲大家做一个讨论台湾的文化问题。咱拄啊听到一个政治学者咧讲的吼，比较是较正经的。我们又转来吼，今仔大会所讲的这个文化政策甲国家文化形象的这个问题，文化问题真歹讲。伫台湾，我的经验是讲，你也听大家安尼讲文化，我想讲的通常拢无定真共款。比较我有想着讲，三年前我开始伫海外台湾人的社团演讲的时阵。迄个时阵呢，我会去主题就是新国家、新社会、新文化。三十年前嘛，迄阵啊，搁伫解放，啊，尾啊真紧就是迄个八七年就解放解放。但是咱看这个三十年来，咱台湾到有真正一个新的国家，啊有真正有新的社会，啊真正有新的文化，我感觉无。我想要提这个例子，迄个时阵，东欧的真侪国家，伫咱解除戒严的时阵呢，因拄啊伫迄个要脱离苏联的迄个共产党的控制体系，加入对话。但是因差不多两三年，伫1990年的时阵，都有所有的东欧的国家。拢经过自由选举，脱离共产党体制，一摆选举，无一个国家例外。所有东欧国家拢一摆选举，就改变共产党的体制。但这三十年来，台湾是安怎？咱的三十年来到即马，我想三十年前。要演讲的新国家、新社会、新文化的问题嘛，是还阁伫。是啊，我要讲的这个，按你要讲的这个部分，我可能要进入这个主题。尾后一个英国的小学家，这个华伦多，这犹太人，伊分析讲，是安怎东欧的国家拢会当较紧民主化？是安怎？关键是文化问题。第一个是啥？第二个讲，东欧这些国家伫共产党的体制统治前，伊拢有近代公民社会的这个文化。这是欧洲对法国大革命了，欧洲的国家对各王国家、皇权国家了，变作近代市民国家，就是公民的意识。国民感觉讲，国民就是国家的主人。这第一。第二个是啥呢？第二就是讲，因东欧洲的国家普遍有文化艺术的相当的水准。迄个时阵，东欧洲的国家嘛真侪无多发表，要发表拢爱去予共产党的检查系统通过。啊，有真侪艺术家、作家，因安怎呢？伊的写作是为着伊的抽屉哦，写写藏的，无多发表。啊，有真侪作家的作品是用啊，即卖无像即卖的卡片，啊，无像卖的电脑，所以较早安怎嘞？较早用迄个铁钢板，怕你油印了地下流传。第三个是啥嘞？第三个讲东欧洲的国家普遍拢有天主教的信仰的迄个教会系统，这个系统变作因的迄个靠山。在那個國民時代，那個壓迫的時候的社會裡面，他能形成一個團體的一個互相照顧的系統。所以我們看，東歐這個國家，在我們改造改良到現在這個三十年，人已經變化到現在，已經不是在那個舊的問題裡面，在高高低，我跟共產黨的統治體制無關係啦。我們台灣看咱台湾的政治变化，拄啊陈教授也咧讲个，咱甲毋免看真久，八七年咱免看较久，
咱甲看这个1996甲2016这个时代，当然台湾有变化，台湾变化进入到什么变化？政党轮替了，变作民进党啊，台湾的政党有机会啊，变作哪呢？去统治台湾即马这个啊，叫做中华民国的国家。啊，这个政党轮替。但是咱也无法度去改变，实现新国家、新社会、新文化，这个问题到底是谁？我若讲，拄仔讲迄个东欧洲迄个问题，国民社会，我想咱若看即摆太阳花运动，慢慢仔少年起来，看到国民社会这个意识，看到这个意识是，我有想着讲，包括我即代1947年出世，即摆已经70岁。前啊，咱伫台湾在减肥，咱咧运动是无成功个。咱并无甲咱个进行个过程内底完成一个新国家交予咱个一代，咱无成功，咱并无成功，这有一个问题是存在个。哦，啊，咱即马变做安怎嘞？变做讲民进党政府去经营这个中华民国个时，咱变做这个国家伫处伫一个内部的两国论，甲外部两国论的争执。即马常咧讲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哦，一边外部两国论啊，咱甲中国是无共国家。但是咱有一个问题，就是内部的两国论嘛。中华民国是中国，啊，中华民国是台湾，所以内部两国论嘛，那么是安怎呢？啊，各自表述啊，好、哦，对。所以咱台湾有这个国家的认同的迄个混了。这个认同的困扰是啥？是文化问题，因为是精神的，是意识的。所以咱今麦要讲国家这个部分的是，我讲文化政策甲国家文化的形塑，咱无法度放伫一个真正的台湾新国家的条件去讲这个问题。咱倒转来，我甲讲，咱要讲台湾的国家问题，咱有三个层次会当讲嘛。咱要来看咱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就是台湾国。哦，做一朋友啊，咱伫感情上讲啊，这是台湾国，这是个。啊，第二个是啥呢？第二是中华民国。啊，这中华民国内底有各自表述，就是台湾还是中国。咱即卖伫这个现状嘛。啊，佫一个是啥呢？佫一个可能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这个部分。比较最近佫倒转来，1996年李登辉总统要下台时。伊提出来特殊两国论，讲台湾甲中国个关系。写到尾啊，这个20年，民进党政府嘛，佮倒转来到目前来讲个是，伫台湾上个当互接受个嘛是特殊两国论。所以我感觉即马台湾要讲这个部分个是，咱个当站伫这个特殊两国论这个立场内底，站伫咱台湾个这个角度来看。啊，站伫这个角度来看个时阵，台湾文化协会。一定就是做有足够的参考。是安怎讲的？因为迄阵咱予日本统治伫1920年代，迄阵啊，咱台湾是予日本人统治，但是台湾民间社会所形成的自我文化运动，咱即马伫台湾，咱做伙伫这个所在北社内，就出来讲这个文化运动，会讨论虽然讲国家的问题，但是咱嘛是甲。一个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的时阵，文化协会立场同款，是民间社会的文化意识的这个思考。哦，我用这个角度啊，来跟大家做来讲。文化政策都是国家的机制去推动，它叫做政策，它叫做政策。哦，啊，台湾今麦个。国家都唔是咱认同，也是讲咱已经确定讲属于咱个国家。但是咱有咱即马来讲是内阁来讲，互人感觉讲上满意的可能即马是郑丽君领导部长嘛。哦，我今仔有看到有人讲是中规中矩，至少伫内阁内底，伊是无较无互人嫌着的，迄唯一一个。唯一一个即是安怎嘞？伊拄好小运动的迄个背景。所以，咱理解着咱台湾民间社会在追求建构新国家，即款的想法，伫个。
第一是法国读体校，所以对法国的文化政策啊、文化部门的迄、那个的一寡迄、那个思考，可能有一寡想法。这个世界足侪国家有文化部，嘛有一寡国家无文化部。是安怎讲呢？有的感觉讲文化伫咱民间社会伫推动，啊，国家的文化部伊有名有好，有名有歹。但是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不是民间的自由民主时代的政府，国家的文化部变成一个，变成在给你控制文化政策的那个干部。文化部的传统主要是欧洲国家，因为欧洲国家伊普遍拢有关文化的深刻的深厚的迄个传统。佮第二个呢，欧洲国家的民主化社会内底，伊比较的有迄个对社会意识、社会主义的体制。哦，咱知影欧洲伊迄个纳粹革命的计划推动推翻迄个皇帝了，伊进入了第二波。因为迄、那个比如讲社会主义的迄个意识，啊，有阵啊无一定像迄个古苏联用共产党统治，但社会党、社会意识的政党，伫政治内底啊，拢有机会去得到人民的授权去统治国家。所以社会主义的意识比较厉害，伫迄个国家的政府体制内底，对文化部有授权，感觉讲文化是国家。一款无法度去回避的责任。那你讲国家，啊你讲社会，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咱作为伫这个所在，一发发自单处，这个共同体叫做国家；啊，伫生活的单处叫做社会。啊，所以咱你讲国家社会是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咱讲啊，台湾。咱在讲台湾，台湾，还是讲这个将来变成台湾国？在讲这个时阵，那会有点是在讲国家，有点在讲社会。在欧陆迄个文化部的传统，咱甲看有几种。一种是啥呢？一种是讲，在部长去读册的法国，法国伫迄个建后上有名的文化部的部长，世界文化部上有名的就是法国的。戴高乐啊，做总统的时，做过高年的文化部长，那个马六的作家，嘛是虚名。伊伫德国的纳粹去侵占那个巴黎的时阵，侵占法国的时，尤其对抵抗军、抵抗运动。啊，在法国咱知影，伊做文化部的时，1945年了后，戴高乐做总统的时，做迄个强大的法国的时阵，这水平。伊个文化部是安怎？是向世界宣扬法国个文化。所以文化部个政策有一种是法国安尼啊，就讲伊文化足光荣、足骄傲，要向世界去宣扬我个法国文化。这是一个文化部个一款性质。台湾应该是一款个，就讲伊跟中国讲，咱个文化是一个文化个大国，那要向世界来宣扬咱个法国文化，中国台湾文化，我们无台湾是安尼。第二种是安怎呢？第二种的文化部是啥物事？最明显的就是苏联革命成功了的是迄个文化部，迄、那个文化部是迄个国策的指导。我迄个文化部咱知影，罗西亚较早的文化艺术伫迄个彼得大帝的迄个改革了，罗西亚是足侪艺术家、足侪音乐家、足侪画家、足侪文学家。咱真侪人少年时代啦，读过迄、那个爱文化、世界文化的书，读迄个罗西亚的托斯泰、普希金的书、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足侪迄个罗西亚的文学是全世界去读。但是伊毋是像法国安尼向世界宣扬罗西亚的文化，伊是安怎呢？去制定迄个共产主义的文化纲领，去指导要改变。资产阶级去控制迄个社会，所以你讲嘛，也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这个文化政策。小说、美术，你看美术，你看迄、那个未来的迄、那个为工人、为农民，啊，为个足
这个形写实主义的，你看画人画啥来是多甲大人对对面，啊画甲无啥好画。啊，因呐，因拢画人，画群，画群像，画真侪人，真侪劳动者，真侪工人，真侪革命。啊，文章就爱写，写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去批评迄个资产阶级，即款政策，这是国家有款政策嘛？啊，啊，搁一种政策是啥呢？一种政策是安怎呢？要解决问题性的政策，有哪部分啊？要解决问题，就是讲，这个国家已经有一个国家，但这个文化上可能感觉问题，要自我重建，啊，所以这个文化部就是咧解决啊，伊作者内部问题，吼、哦，这某一种，吼、哦，这种中我讲台湾是应该是一种，就是讲我讲台湾是安怎，台湾文化上有一挂问题，有一挂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讲，伊当然有一挂历史因素，一挂历史因素，吼、哦，咱台湾的文化，伊有一挂历史因素啊，影响伫这个所在。我常常用迄个社会上的结构来看文化，我爱甲文化放甲经济这个物件，啊，甲政治这款物件来做一挂结构，用人来看，咱每一个人拢有咱的。肉体性甲咱个心灵性，社会嘛相反。社会肉体性就是物质性个这个经济。咱咧讲经济，经济就是讲，干呐咱人社会是人个是咱人个身体肉体这个部分。社会有文化性是咱人个心灵这个部分。心灵这个部分就用语文、语言，这语言面向干呐问题哦。咱咧看图画、音乐、看啥，这拢是广泛个语言个符号啦。所以这也产生一款呐意义，就讲喜欢这较水，这较歹，啊喜欢你艺术要甲人标示，这是文艺语文做中心所产生的人的价值。比如喜欢咱去拜拜，啊喜欢拜拜是有人伫遐啊伫遐咧拜托神明啊，啷啷啷，哦，这内底拢有一款语言的作用。啊喜欢你感觉爱去拜，拢有一款意义的作用。有这个就是。肉体物质的经济，啊，是安尼，经济是物质的生产、甲分配、甲使用。所以台湾的这个文化，即摆问题是伫底咧？伫迄个甲政治、甲经济、甲文化内底互动的关系内底无平衡，无平衡。咱讲政治，一个人无政治啊，三个人以上才有政治。政治是实际上是一款的人甲人的这个关系。的迄、那个维持，内底足侪手段，啊，这手段产生着有一挂权力，啊，这权力本来是安怎嘞？本来是皇帝干呐，做官嘞，但即卖是民选，这权力来咱的迄、那个交代，这个权力。因为咱长期比殖民统治，咱的祖先比长沙地方北头内底，就是拢要趁钱，多趁，咱的祖先。伊一直到日本战败时，嘛无想讲伫台湾直接要建立家己个国家。是安怎？世界迄阵仔要建立国家，咱阁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会，是安怎阁迄阵仔会当伫台湾阁欢迎即、這个中国做祖国来？我想咱文化上有问题，咱文化上有几款问题。啊，较第二个就讲，咱个祖先伫台湾所留落来传统就是呾，就是判决拍拼。咱对迄个经济这个部分内底，会关心超过文化上的创造啦。咱的文化是接受过的，所以咱台湾即马，你讲无台湾当然有文化，台湾即马上重要的文化是啥？就是拜拜。你啊，把迄个拜拜所有的迄个开始拜拜庙内底，迄个点些资源内底，迄个足大。日本的文化厅是把迄个寺庙放伫文化厅。这寺庙这个咱是无，啊，但这个部分无创作，无创作，啊，无创作，所以我感觉讲，对我来讲，咱来对这个结果来思考，哦，我的感觉，哦，就讲、是，第一，咱用特殊国与国的关系来底去推进，变成台湾国的目标，对国家的需要来看文化，对不对？所以这对这个角度来底，我感觉足重要的观点。这是迄个两千年的时，阿扁也当当当总统一摆，文化政策上是我主个的，是我处理，我怎着？啊，即摆我无变，我讲强调的两个观点，
爱坚持就是国家的重建甲社会改革。国家的重建甲社会改革，第是咱伫台湾即马缩进来的，迄、那个部分东西，超越迄个文化政策的迄个层次，是咱国家第重建这个国家。即马叫做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在重建做一个确立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伊叫做台湾国，叫做台湾啊，叫做啥物，就是一个国家，这个重建。这个重建包括新的宪法，还是包括这个新的国家体制，包括国土改革这种种这个国家重建啊。那无这个国这个意识的是，刚才讲文化是，哦，你就看出一直出手，就是提前来办演唱会啦，提前来办那个这个什么活动啊，做这个啊，但是咱坚持国家的重建。第二是啥？社会改革，我讲社会改革，非常重要。就是讲，咱咧讲新社会，啊，咱台湾社会是啥物款的社会？咱台湾是一个对古代的唐山移民来到原住民，啊，尾啊，荷兰一过日本统治了，建后大批的中国对国民党流亡来的这个构成一个多语族群的内底迄个矛盾。哦，啊，所以这个社会内底无同款的物件，这边安怎变成建立做一个新的 nation？ 即嘛新的国家是一款的以国家的共同体作为向上的迄个民族的观念嘛。所以这个社会改革，包括近代的人、近代的意识这个部分，我看这个年是足前提，足前提。啊，在这个前提之下，我的感觉文化要做的代志，嘛是两个。两个焦点，两个着重啦。第一个是啥？咱的文化政策爱去培养、延续现代台湾人的国民意识，台湾人的现代国民意识，这着重嘛。就讲，咱一直无家己的国家，咱一直互人殖民统治。啊，咱有一挂台湾人嘛，感觉讲向来统治拢共款，到即马共款。啊，咱台湾人优劣者。到去离开台湾，然后吃迄个牙刷主义，这绝对，这是台湾人的特色哦，无特色的特色。哦，啊，当然台湾好就转来，哦，啊嘛有关心台湾的嘛，哦，啊，你讲要希望台湾改变的人，不得不流亡，我流亡的我感觉会使，但是有真侪安怎嘞？感觉讲啊，国民党统治好些好些，啊，伊搁提牙刷主义的观念，这个部分我感觉这是做唔对，对。现代国民意识这个部分，台湾的人爱安怎嘞？爱变作无像迄个政治如果在讲老百姓这个观念，爱有近代人的公民意识，就讲你是国家的主人这个意识，你唔是这个国家的奴才啦。啊，所以这内底我感觉讲，咱对台湾人作为人内底有四个层次，是古早上这个作为人，肉体甲精神的普通的自由人、自然人这个人。一个人爱变作一个，不管你作为台湾的国家的国民，来作为其他国家的国民，拢有作为人的好的所在，甲歹的所在。所以作为人，因为咱的当地的政治的扭曲，把咱的心态，咱台湾有真侪变作讲，无都真真实嘛，啊，无都真真那个真坦白嘛，啊，真假嘛，哦，啊是有点扭曲家己啊，真难，重点难。第二个是安那，对台湾人的迄个属性，人第二无入来，变作台湾人。等于说，历史这个地理这个时间空间意识的台湾人的典型来造成。咱在昨天啊，经过安怎安怎过来，变成这个台湾人，这咱的时间的历史来在影响这个台湾。第二个是安那，咱在这个台湾这个小岛来在空间意识的台湾人，这一定有跟咱中国人、跟日本人、跟美国人无同款的，也毋是比美国家。诶，台湾人这个时间空间意识，像咱台湾人呢，一定咱时间上就是历史的，啊，空间上就地理的，所影响咱的特色。所以咱台湾人无伫遐人称大国，我感觉台湾爱追求谢谢，咱就是海岛谢谢的国家，啊，咱去我感觉去有世界谢谢的国家，哦，莫去追求大国。虽然咱经济上嘛有。是因为二十名世界二十名内底，但咱台湾人无做迄个大国的梦，
有的人做大国的人就想讲，哦，中国怎么真大，啊，要换去中国，啊，就是。佮第三个阶段就是进入迄个法律条件的国民的观念。法律条件的国民观念是有排斥性。那比如讲单一国籍的时，唔是双重国籍的时阵，你这个国家的国民都唔是别个国家的国民。所以这个法条件的管理甲义务是无同款的。咱来靠近嘛，即马有足多人来，哇！即个咱的中国人来嘛，感觉讲，啊，伊爱甲咱台湾人同款。伊的纳税甲做兵败迄个义务无同款，那会同款，那会当作为人的关心，但是袂使作为咱同款的国民的条件，庇护伊甲咱同款的地位嘛。这是法的迄个关系嘛，吼、哦。个第四个是啥？世界公平，全球化这个世界，咱无可能脱离这个全球化世界。咱爱有这个使命，唔是讲台湾上水，台湾世界上好，唔是安尼。咱爱伫世界内底啊，作为一个公民群主，这个公民阶层。所以现代公民意识，所以这个物件都要改变说，你是中国人，这个物件都要改变。哦，你是台湾的原住民的台湾人，还是讲？客家的台湾人，还是这个台老客的台湾人，还是讲尾仔入来华人，这当然足侪种所在不一定啊，有诶东北东南，有诶是中国诶少数民族，那变做伫法律上接近台湾，我想这个意识爱较清楚。第二个文化上，这个部分就是文化甲迄个教育部分足重要诶关系。伫台湾诶文化部。日本比咱台湾较大吧。日本的教育部、文化部、甲科技部是两多一部尔。文部教育科学省啊，啊咱台湾一个部比咱较细，啊咱有咱一个部，咱三个部啊，啊敢有做较无较好？所以台湾这个部分的国家，诶有足侪问题在思考。所以我感觉这个第一个就是安那，足重要文化的迄个政策的主轴就是。文化、文化技能的提升，在咱的生活内底，文化技能还较强。咱台湾的生活内底，经济技能、物质技能足强。要食好、穿好，啊，所以咱台湾的夜市，夜市嘛加文化，夜市文化，咱台湾的所有的大学内底，拢变作夜市的中心嘛。你看世界的大学有安尼无？世界的大学边啊拢文化中心，啊，咱台湾的大学边啊。拢变做安那，变做夜市，啊，做形成一个夜市，啊，台湾地方政府拢伫遐鼓吹，啊，伫遐咧提倡夜市，这是台湾一个文化聚拢，内底无文化聚拢，啊，所以文化聚拢爱有国民普遍着爱看册，普遍着爱听音乐，普遍着爱追求近代技术，普遍着爱安那咧，爱伫生活内底。唔好把它变作工作。咱台湾即摆社会，因为经济足强的力量，所以台湾的社会的人拢变成消费者。一个人应该变成生活者，唔好变成消费者。哦，消费者本来就是美国底下法律保障迄个产品的迄、那个一寡问题、一寡机制，啊，甲大家人拢当作消费者，咱唔好做消费者。人是一个生活者。消费是咱生活内底，可能是一种生活，哦，所以伫这个这个文化聚拢内底，我感觉台湾变得呐，变得物质主义的意向循环，啊，这嘛是盖洋统治的结果啊，因为这个嘴吼，本来文化这个物件可能爱讲话出去，但是盖洋统治的时，咱拢无多讲话出去，所以拢变得假物件。咱的嘴是用来吃物件，不是用来表达。哦，所以台湾人伫迄食内底得到满足啊。二十四点咱会当食，我毋捌看过世界有即款国家，汉尼满足伫迄个食饱饱。啊，即款的食饱饱，这物件就干哪呢？甲低调内底同款啊。这个物质主义，我怎么改变这个？最后我讲两个，因为无啥时间，哦，无啥时间，我讲两个。啊，足重要！一个文化，啊，即摆咧讲创意嘛，以前无迄个创意产业这个观念，但即摆文化政策拢拄着创意产业，是安怎咧？因为即摆要求经济这个部分的产值的，足。有人讲
文化是全球化时代要影响竞争的力量。所以，咱对这个角度来多讲，这个第一创意是二十一世纪关键性的发展动力。所以，即卖你也看，就明显了嘛。那第一韩国的来看，韩国的那个文化内容产业、文化内容产业，就是咱即卖在讲文化创意产业。咱所看到的韩国，你也看，韩国文化，你感觉就是。伊把所有的价钱啥物件拢改分化化，哦，啊变做外国人即摆看到韩国，你看到韩国，感觉韩国的文化有，伊对传统，包括现代生活内底，啊包括迄个变做衫啊、价钱内底拢改分化，变做高度的迄个创意产业这个部分，啊日本如何？日本无咧讲这个，日本是哪？日本的二十一世纪，伊咧讲要发展日本作为文化的发信的国家，就讲用世界去宣扬日本文化、文化发信信息的一个国家。所以我感觉台湾即摆面临就是讲，咱无法度像你若讲伫迄个二三十年前，可能你讲的创意，但即摆不得不讲到创意。但台湾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安怎呢？变作。以文化创意为主的，讲这个文化部有可能变作经济部的副使组织，你知？你讲文化是拢讲到这个生产内底的价值，啊会当产生哦，这是经济部的考虑的范围，哦。啊，所以台湾即摆这个考量，所以我感觉讲，实际上文化问题我拄仔讲到，有阵真困难去讲，但伊是安怎？你来看。伊甲迄个经济关系，就是讲，文化是以语言、意义做中心，经济是以物质做中心。所以经济是用实代表去做，啊，文化是用语言去做。啊，咱的语言要拄着，咱有啊，原住民语、部落语、客语，加迄个即卖啊，建了新住民，甚至个即卖外头去了的是东南亚籍语，咱的语言伫台湾啊，变做啊，毋是一定。咱甲日本这点也是足大个差别。哦，这嘛有咱的一个啊，所以不管安怎，我感觉讲，咱可能爱学文化回忆的时阵，无法度完全伫国家的体制内底做咱要做的，咱无法度完全，但是咱至少爱伫社会内底爱有这个内容。啊，这个内容咱甲看日本的民主卫生嘛，那样，民主卫生是国家发动的，民主卫生是精英甲社会分子去。共同去推动的啦，所以台湾应该用民主卫生，也是用台湾社会，啊，都去思考着，咱无完全变作咱家己的国家的主导的是文化条件来去产生新的需要，看我都改变台湾啦。就是古常小话讲，国家要建设新的国家，不是经济问题，是文化问题。那无去化这个观点哦。那当然，我个人建立新的国家，多谢大家。